想必大家对王宝强的印象还停留在马如的事件中，许多日荧幕中都没有他的身影。最近王宝强出现了，在《探案2》这部电影的官方的发布会的现场，马如的事件看来对王宝强的影响十分大。虽然在荧幕前王宝强一直保持微笑，可是依然被记者拍到一些与荧幕形象不符的照片。从网友的评论来看，大家对马如的憎恨可是深入心底，往日的公司也成为历史，影视公司也是启用的新的影视公司。说到这部电影，不得不说剧情方面十分紧密，无缝衔接。探案2这部电影和唐人探案1衔接的十分紧密，在这个期间发生了很多很多搞笑的事情，王宝强在现场又搞怪又扮丑，博得大家的关注。这个发型是得罪了发型师吗？完全暴露了他的肤色和颜值的缺陷，和筷子兄弟成员之一一起入镜，肤色对比明显，眼角的皱纹也越来越深。在现场主演们也都吐槽陈思诚作为导演十分严格，把大家折磨得不轻。王宝强说，为了这个探案2的电影折腾了很多次，完全释放了自己的本性。